Hello， 各位兴奋美丽啊，欢迎来到十月份。OK， 那我们过去的上一季呢，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我们上一季呢，到底有什么新的成就呢？我跟你讲，太棒了！因为七月、八月、九月里面呢，我们有很多新的突破。那当然，我们的直播不用讲，一直在提升我们的品质，而且呢，视频也越出越多。所以在多媒体的方向呢 ，NMS 如果肯定不遗余力把它做到最好。当然，第一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跟UFF 团队呢合作很多的项目，其中一项就是我们的那个训练课，每个拜二和拜三呢，我相信呢，对，尤其是我们的马来文团队呢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本身呢在马来文呢没有很强，但是呢，因为 UFF 的参与呢，里面的讲师协助到很多马来伙伴的成长，所以我相信接下来会更加精彩。还有我们的那个是 Charles Law 的那个训练课程呢，也是因为通过 NS Group 呢，跟 UFF 呢诚意主办的一个活动，我相信接下来呢，让我们的马来团队呢会新一波的爆炸。OK， 恭喜你们哦。OK， 当然还有 UFF 呢，我们一起合作的就是5CC 的项目。OK， 5CC 的表扬，还有我们的 Celebration， 真的非常精彩。那我们自己看完过后的两次呢，都感到非常的骄傲。为什么？因为真的很专业。OK， 所以这个也是呢，我觉得要跟大家提起的。所以各位加油，我们的那个 Celebration 呢，肯定会继续下去的，因为会让每一个人呢都受到重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活动。当然我们在 5CC 那边呢，我们 NMS Group 呢也是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活动，就是每一个人呢只要完成 5CC 的话呢，咖啡卡照样送，而且我们还有 Go Bar OK 这个项目，所以呢也在继续当中，而且已经有赢取的那个得奖者了，恭喜你们啊，你们得到 Go Bar 的，还有咖啡卡呢已经连续的拿了两次了，所以想恭喜大家，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来的，所以希望大家呢会一起参与下去。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还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最棒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在线上呢跟 MyNet 新加坡团队呢合办了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的线上训练课 Zoom 的 training 呢也非常的成功。那在第一次的线上活动呢，我们得到很多的回应，有非常好的效果。所以各位，我们又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了。OK， 真的恭喜大家，我们一直在成长当中。当然最后一个项目呢也是我们最精彩的项目，连续办了两个月半的项目，就是 Shop to Win。 各位，你 Win 了吗？成绩即将揭晓哦，记得留守我们的 Live 哦，因为大奖就要等着你在 Live 一起领取哦，所以赶快通知你伙伴。当然这个Shop to Win 呢，我也相信哦，也帮助我们呢推荐了很多人，所以我们过去的那几项那个活动呢训练课呢，帮助大家推荐了很多新人，还有阶级的提升，就是你的level 可能已经做 supervisor， 有一些成为 AM 啦，所以恭喜你们完成了新的项目，完成新的目标。当然呢，这个 Shop to Win 我自己本身呢也得到很多的好处，把很多老顾客也带回来开始试用，而且新顾客也开始尝试 Forever 的产品，因为很划算啊，换一换牌子罢了就有机会赢大奖，赢手机 P40 嘞。那我更有一个客户在最后的一天呢，他既然我发给他过后呢，他下定了3个多CC 的产品，因为为了也同时完成他的 Consumer Rewards， 所以我跟你讲真的有很大的帮助。这些活动我非常相信呢对大家会有更大的成长，所以加油，我们一定不遗余力的协助各位伙伴呢迈向另外一个高峰。 OK， 恭喜大家哦，我们用最完美 OK 最